大家好，今天我学到非常重要的一课，那是关于当你要离开并前往某地，请一定要通知其他人。西罗发生意外需要更换新的零件，我决定帮他寻找一些新的零件。我想如果我回到第一次与西罗相遇的森林里，就能找到一些他的旧零件。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要去哪里，然后就发生了意外，老旧轨道坍塌了，我陷入了泥巴里，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，所以不能前来救我。我试着呼救，但没有人听到我的声音。所幸哈洛发现我的蒸汽，我的伙伴们很快就来救我了。我了解到，因为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要去哪里，所以没有人知道我在哪。我很幸运，还好哈洛发现我。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告诉别人你要去哪里。